华大夫，大公子中的是什么毒啊？现在到底怎么样？啊，我以为大公子只是中了鹤顶红之毒，没想到除了鹤顶红，还有数种毒物混在一起，这分明是要置大公子于死地啊！如果再慢半个时辰，大公子可能就没救了。啊，你先下去吧。 谢华大夫，人人都说华佗是神医，果然是名不虚传的。你错了，如果今天没有史兄鼎力相助，帮大公子把经脉打通，恐怕单凭我一个人也是无力回生的。不过我今天倒要向华兄讨一个人情。哦，史兄请讲。 师母发现，大公子是练武奇才，兴了我收徒之念，烦请华兄带我向大将军说相。哎，这有何难？大将军要是知道第一剑师史阿欲收他儿子为徒，传授剑术，他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哎呦，哎呀，你是谁？ 为什么偷听？哎呀，史大侠不必惊慌，老夫乃是陈林，是受大将军之命前来探大公子的病情如何的。哦，原来是陈大人呐！哦，华大夫，如今大公子已经无碍，华某正要向大将军汇报去，烦请陈先生引路。好好好。 启禀主公，三公子能不费吹灰之力得到平原，算来也是一功一过，望主公开恩，赦免三公子之罪。贾大人，你以为如何？回主公，臣认为华大人所言甚是。可是主公，三公子信中言说。 还要进兵南皮，要求后援及粮草。可是南皮路途遥远，劳师动众出征，万一刘表及袁尚分路合作来袭邺城，其实不妙啊！崔别驾，你分析得很对。世人都以为我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又哪知我曹氏父子为了天子基业是浴血沙场。如今。 子建是领兵在外，铜雀台无人监造。崔别驾，我希望你和贾先生能够督造铜雀台，你们要全力以赴，不要让我失望啊！属下遵命。崔先生，我子子桓性情刚烈，曹孟德欲请先生为子桓之师。 替我多多督导他，先生可愿意啊？主公，属下惶恐，属下怎敢教大公子，怎敢为大公子之师啊？<笑>崔先生，你太谦虚了，就连我曹孟德也敬佩你三分呢。诺，属下遵命。<笑> 启禀主公，华大夫，真是妙手回春呐！大公子病情已经稳定下来了。华先生，<笑>我就知道有华先生在，我儿子桓死不了。<笑>大将军谬赞，这回若没有史阿帮忙，臣也不能把大公子的病根给去掉。
史阿珍是首见奇功啊，史剑师闻名天下，本将军是早有耳闻呢、啊、这次我让华先生把史剑师请过来入我曹营，本将军是如虎添翼啊。草民不敢，多谢大将军。哎，大将军，史阿突然发现大公子的筋骨俱佳，想传他一套剑法，不知道大将军意下如何呀？哦，这可是求之不得啊。如此一来，文有崔琰，武有史阿，这可是子桓的造化呀。好，本将军在此替子桓谢过了。史阿不敢，定会全力教导大公子。曹休、曹真在，备下酒宴，本将军要替华先生和史先生接风洗尘。诺。禀副帅，五万大军已在教场，随时听候副帅军令。好，很好。子文，孩儿在。有你镇守邺城，华歆，既有史剑师帮忙，这邺城必当固若金汤。本将军明天要起兵亲征，点陈琳随行，兵发平原。诺。小姐，又得想三公子啦。子建已走多时，不知道他有没有照顾好自己，到现在都没有他的消息。唉，真担心平原一战。我的好小姐，你就放心吧。刚才我碰到了华大夫，听他说三公子没用一兵一卒就攻下了平原城，大将军现在啊特别高兴，而且。三公子现在正准备出兵南皮呢。真的吗？你是说子建没有费一兵一卒就攻下了平原？小姐，从小到大子燕可从来没有骗过你，你呀就放心吧，这样一来大将军就不会降罪于他了。希望老天爷能够保佑子建能够平平安安的早日凯旋归来。小姐，既然公子无事，那你就趁热把这补品吃了吧。我不想吃，还是你吃吧。这怎么可以啊？是啊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拜见大将军。快起来吧。甄府，这些东西可是本将军的一番心意呢，你可不要辜负了本将军啊。将军心意我领了，自从大公子将我救出已经多日了，我的身体已经养好了，这些天一日两三钟的补品给我这个健康的人实在有些浪费。怎么是浪费呢？就是把全天下的东西都给你。将军，不知将军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吗？看来你到现在对本将军还有防范之心呢。也罢，其实本将军前来是要跟你道别的。不知将军，我儿子建为我
轻易智取了平原，立了大功。我现在担心他年幼，所以我要即刻发兵与他会合，以避免那固安和南皮夹击平原。恭喜大将军，只是我有一事相求。好啊，说说看。如今袁氏气数已尽，还请大将军高抬贵手，不要对袁氏赶尽杀绝。没想到你心里到现在还惦记着袁氏。不瞒大将军，上次的事已让我看透，我心已不再牵挂袁氏，只是袁家族亲众多，两军交战，我不想无辜的人遭到杀戮。难得呀，甄福，你不仅人美，而且心地也是极其善良。好，本将军就答应你。不过你用什么回报本将军啊？好，本将军替你说了吧，待我凯旋归来之日，就是娶你之时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小姐，小姐，那曹安满简直不知羞耻，竟然自己亲口说要小姐非嫁给他不可。别说了，也许这就是我的命。不管怎样，我都不会辜负子健对我之情。小姐，你不会做傻事吧？看来此次我不得不亲自带兵前往平原，与两位兄长一起抵御曹军。将军万万不可，倘若将军进攻平原，固安空虚，万一邺城曹军来犯，就会失去固安，断了我军的后路，那我军就无城退守啊。而且大公子一直妒忌主公将兵权交与将军，就算保住了平原，到时候失去了固安，那守在平原寄人篱下的滋味那是肯定难受啊。我又岂会不知固安不可失，可是如今两位兄长有难，我岂能见死不救？请将军三思啊。邺城探子回报，曹操带五万兵马今日出兵平原。你先起来吧。诺。看来平原是守不住了。将军，依臣之见，此时应出兵邺城，一来邺城空虚，二来进攻邺城，曹军定然弃平原而返，可救二位公子于危难呐。将军，这万万不可，大公子生性胆小，到时候十万大军回到邺城，这大公子若不肯出兵与我军前后夹击曹军，那我军将腹背受敌呀。两位大人言之有理呀，
我深知此战无论战与不战，我援军必将损失惨重。这只怪当年我和大哥意志不合，兵戈相向，才让那些曹贼有机可乘。其实在官渡之战以后，我们兄弟早就该联手共同抗敌。现在父亲已经不在了，我不忍再失去两位哥哥了。将军，这不能出兵啊，请将军三思啊。请将军三思啊。请诸位放心，诸位的老少家眷皆在我固安城内，我绝对不会以固安城子民们的性命为代价来出兵邺城。听令，末将在，调集5000精兵，火速与我赶往平原，救出大哥二哥。诺。启禀元帅，探子来报，好像有大队兵马正向平原而来。是不是副帅派大哥来了？好像不是，今其颜色不对。难道是固安的兵马？嗯。五爷，随我上城垣一探究竟。嗯。好像是袁家的兵马。报！将军，收到借书一封。曹家小犬听着，你们利用声东击西之计攻占平原，袁熙如今领大军围城，你若是好汉出城与我一战，若不然，我已联络我大哥用南皮回宫，前后夹击，你必全军覆没。接见书后速出来一会，以免自误。欺人太甚，袁熙，是你我算账的时候了。不可，元帅，元帅，切不可轻易出兵，这分明有诈。若不出兵，岂不使人讥笑？笑咱们曹营无人！来啊，开城门应战！诺。
三公子久违了。袁熙，你好卑鄙！哼，曹植，上次让你逃脱，我正后悔未立即杀了你。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呀！可恶！想不到吧，我早就将这附近的地形环境看熟了，你也料不到我会在旁边的树林里埋伏兵马，斩断你的后路。可恶！你为什么不杀了我？密姐求我放袁家一条生路。袁熙，听我劝，找个地方隐姓埋名吧。呸！曹植，你别在这儿假情假意。反正你和那个贱人已经是一对奸夫淫妇。袁熙，誓报此仇！五爷，给他一匹马。你走吧，好自为之。我知道你生气，但是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句话是蜜姐交代的。哼，这元帅，恭喜元帅。只是，什么事？只是大将军已经到了。孩儿参见父帅。臣参见大将军。子建，你可知罪？孩儿知罪。既知罪，你为何抗父将令？请父帅息怒，容孩儿禀报。那你就如实说来。父帅，教场点兵守帅营，儿攻打袁家人，大哥老内歇了心，叫我先将袁谈清，将袁谈清。原来这一切是子桓的主意。子建，起来吧。攻打孤安路遥远，远上必会严守关，愿探出兵将后路断，孩儿为此也心烦，也心烦。于是，你
就为父将令，不去古安攻打平原，是不是？父帅。父帅之言记心胸，瓦一将可以一世行，二才大胆为父命，先向平原来进兵，迎来进兵。启禀大将军，杨修有话要说。说。远探闻风一窜逃，公子一来代劳，远西兵败如山倒，正以公子闹至高，闹至高。好，我儿子健，有胆色，有气概，为父赦你无罪。多谢父帅。看来曹丕已经发觉了我的计谋，才会将计就计。天哪，竟然借我之手灭了袁家，我真是该死。陈琳。臣在。你刚才在想什么呀？主公，臣恐慌，臣万死。臣在。邺城曾谏言惩罚三公子，臣此刻感到恐慌不安呐。陈琳呐，你刚正不阿，以公论断，有何罪之有呢？快起来吧。啊，谢主公。三公子多有得罪，敬请三公子恕罪。陈先生不可多礼，自荐年轻，还需陈先生多耳提一番。谢过三公子啊。你看到了吗？我儿子健居功不骄，谦冲有礼，将来本将军的大业除了子健便无他人矣。子健，之前你在信中说你要攻打南皮，要求后援和粮草，你可有把握呀？回父帅，儿有十分把握。好，既有把握，那为父就派你兵发南皮，如若得胜，为父必有重赏。儿不忘重赏，但求父帅能够答应儿一件事情。子健，不管什么事情，只要你说出来，为父必会答应你。多谢父帅。父帅为何未派大哥前来，反而如今亲身出征呢？你大哥在牢里被人下了剧毒，生命垂危啊。父帅，大哥如今怎样？放心吧，幸亏得华佗和史阿及时赶到，你大哥现在没事了。
且慢，先看来者何人。二哥，二哥，三弟，你终于来了。可惜我的兵马都……我都知道了。不要紧，二哥，只要你还好好的，来日方长，我们可以再并肩作战。大哥呢？怎么不见大哥呀？大哥早就在我返回平原之前，就已经带兵弃城退守南皮了。他又临阵脱逃。大哥天生胆小，加上这曹家小贼故意使诈，让他以为有十万大军攻城。我又带走他一半兵马，他自然不敢顽抗。只可惜现在那老贼又带来了五万兵马。不好，现在曹操囤积重兵，不日之后必将举兵南皮。现在当务之急，你我兄弟也得赶紧前往南皮，让大哥随我们通往固安才是。三弟言之有理，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就出发。众将听令，随我直奔南皮。公子，你醒了，我去。不要走，不要走。啊，我去告诉华佗大夫，说你醒了。这件事情，麻烦紫嫣去做就好了。诺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不要叫我大公子，以后叫我子桓就好。大公子感觉如何？有你照顾，我一切都好了。见你病榻多照顾，先温暖在心窝，子桓病情已经好，只是福儿太辛劳。征服于天与不
众人怎记真负你，只要有你在身边。就会变小猪，胡言乱语不应当，何人下毒要你心知肚有命，父帅对我多大能，何必禀报他知情。这么说你知道是谁害你，那这人到底是谁啊？这件事情我们回头再说。我问你，子建出征情况怎么样？子建不费一兵一卒就攻下了平原，大将军也派兵马前去平原了。父帅亲自去平原了？嗯。好，好啊！子建果然不负我的期望，攻下了平原。你也终于露出了马脚，好，好啊！